这个礼拜五啊，我们有一个消息真久的陈立峰老师，哎，陈立峰老师边啊开一个专柜，但是因输以来，那无被看本，对，这嘛是害啊吼，你都看起来怎么偏年龄层拢偏低吼，拢开始少年人，啊，我开始唔知这个人，啊，我是呢较老啊，我迄个开册店，迄个十四年前，啊，十四年前就受他影响，叫做邓玉峰，哎，较早迄个。讲台湾的山林，还是讲台湾的迄植物，讲台湾迄树啊，敢会讲到那神啊，做生命啊，做故事啊，哦啊，迄种的情分吼，情愫，我感觉是你去听演讲之后都理解。啊，伊即届讲要着重伊即几年吼，伊伫咧了解迄个热带雨林政治学、社会学加迄个哲学，了后啊，搭配他二三十年来看到的这个台湾的这些山林。所以伊想要来呼吁，甲发折中跟我植入入去一个合适这件代志，我最后是调过一下。啊，了我所以我听到伊安尼讲，我就来跟一下哦，想到有预期性。本早我是要安排阮咧玉山里社外面的广场，好加塞我无安排，也无错了，也着大雨，我毋知去了了。所以即届安排是讲，我想讲，有一个我因为阮遮有一个独有的中油迄个产业工会，我嘛改调嘛。产业工会啊，都他来接，然后那个他那个他说他有他们有一个空间叫中山堂，哎哇，那中山堂这个好久没有听到的名称啊，那又在吴凤路哦，这个刚好啊哈，所以就安排这个陈立峰到那个现场去，我相信特懂，一定是最精彩的一个哦，很好，好，那所以这是这礼拜五啊，听讲洪台要来风雨无阻，而且。后来我们一查才知道，7月12号就是1994年，那一年台湾的林益雄推动第一次推动为何氏公投啊，决死。所以那是你有，再追我。还没开始。现在时间到，时间到。好，那所以这是有历史的意义哦，这很巧妙的。